Hello， 大家好，我是田凡，好久不见啊，各位，来啦！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我们之前那一只 4.2 亿秒伤的舞娘。那这一次都看过了，还要看些什么呢？没错，其实呢，我们那个时候只看了一半而已。要知道，我们的舞娘本身还有另外一种玩法，就是花钱的润喉糖。震动领域，然后再配上震动回响，这个趴数可以加到50%，非常非常的夸张。然后呢，这个东西要配上什么独奏跟合唱啦，所以说呢，他才放上咱们的晨露，再加上雄壮回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下吧。不过他这边有说啦，当放上这两招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能量节拍给他拿掉，所以说我们就来吧，给他开起来。OK， 然后我们刚刚 4.2 亿 4亿多嘛，对不对？我们重新整理一切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给他感受一下。但是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刚刚有拍了一阵子，一直都拍不出来，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完全忘记吃火卷了。对，因为我已经技能列完太多了，有没有都觉得哎，反正我用火箭石，全部武器都是火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因为呢，你看像这个技能，它只说吃武器物理属性伤害，所以像我们用火卷的，用火箭的话呢，它不是武器物理属性伤害，就会变成无属性的。震动领域呢，也是这个叫武器物理属性伤害，有确定有吃的话呢，它会写说配合元素箭石使用。所以呢，如果我今天用无属性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我就少了那10%的元素箭矢伤害而已。但是呢，我们全部用火卷就够了。那我们今天不只要用润喉糖，还要再用火卷，所以其实我们的钱也是花得非常非常的凶。那我们在花这么凶的情况下，我们秒伤可以到多少呢？现在是跌到了 4.7 亿啦。不过这边我要重新算一下，因为我们的回响刚刚还没有给它叠好叠满，因为它跌到10层，跳不到，它跌到10层才有办法那个在这里。十层回响，十层才有办法这样。那我们刚刚花了很多秒都没有，那我们就先重新整理一下吧。现在4.8亿啊，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直接给他跳2分钟，来给他感受一下呗。好，我们现在来到了2分钟，我们的秒伤，哎呀，这一次有一点倒霉，我们就到4.6亿而已。没错，他的秒伤呢还是会有上下的浮动。我自己测的话呢，有一次测到的是5亿啦，不过啊，就运气不好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也蛮吃跳绳，再配上那个混沌的运气。如果跳绳没有把混沌给洗掉的话，中间会有一大段空档，就会少掉非常多的秒伤。当然呢，也有关系到这一招啦，我们的110等的这个能力，如果他今天没有吃到我们要的技能的话呢，秒伤也会差到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总体而言呢，是有上升的，没有错。如果之前算4亿好，因为 4.2 亿很像那一支影片是我运气还不错的情况下弄到的，平均的话应该 4.1 亿左右，没关系，我们算4亿。所以我今天花钱再花火券的话呢，秒伤是给他拉到了大约不到15%到20%之间。那这样子划算吗？我打一只王就要花掉多少钱？要知道这个喉糖喷的速度有多快，你知道吗？我们每4秒钟就要喷掉一颗喉糖，一颗喉糖总共是4500块，一分钟的话呢，总共是给它来到了4秒钟除以15嘛，60除以4，然后乘以4500块，一分钟就要喷掉67000多块钱。哎，其实人家还好，对不对？反正你都打网的时候会用嘛，平常练功的时候也不会用嘛。我们打网的时候给它烧上去，然后多赚了10%秒伤。然后10%到20%的秒伤，然后有机会给他打到更痛，然后有机会吸到金装，那其实也还好。可是如果追王追一整天的话，你现在蛮恶心的。如果一只王打比较久的话，是不是有点变态？啊，没有关系，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有点贵啊。有了，我们到4.8亿了，然后有雄壮回声啊，这个我没有去算，因为想说他20秒才一次而已，我就没有特别去管他了。啊，那如果我看一下，偷偷瞄一下这边的王一直打多久？所以他的润喉糖我总觉得没有到优势很多欸。有啦，我这边有问一下他啦，他润喉糖的目的呢是在如果今天一个人打王的话，欸，2分钟而已，所以他只要花10几万就可以打一只王了吧。打一只王好，算20万好了啦，啊，算30万，打一只王30万，三只王100万，欸，那还蛮贵的，三只王就要花掉100万，很像不太行，很像不太行，哎，还是蛮贵，还是蛮贵。如果每天这样下来的话，每天也200-300万，我一天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对吧？好，他这边有说啊，他用润喉糖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的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多段位的攻击，多段位的攻击再配上吸血的话，再加上一些防装的话，是可以扛得住王的技能的。他是有办法扛王的，但是如果没有用的话呢，可能他的多段技能没有那么多段，代表说我们吸血虽然一口气吸很大一口，但是呢，
这个游戏你如果不是打多段的话，你吸血吸不够没有办法满回来啊，你吸多了没有是完全溢出的变得没有用，那我不如把一整段的攻击分成非常非常多段来吸血，是不是这样子会比较香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角色用润喉糖的一个开局方式啦，只不过我觉得还是蛮不划算的啦，可能就便宜的打就好了，反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对不对？好，这是我的玩法啦，每个人玩法不太一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舞娘的状况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个润喉糖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啦，虽然说它的价格没有像那个隔壁炼金那么的贵，只不过它的伤害似乎也没有那么的过分，对，也没有很过分，但是不一定是需要用到这个。对，不一定是需要用的这个，不用到也没差，反正秒伤也有 4.2 亿嘛，对不对？还比较省钱，对吧？我今天画这个只是还要花掉那个，还要花掉火啃，还要花掉润喉糖啃，可能反而还好，因为打王而已嘛，对不对？平常练功的话应该不会用，用这个弓箭的话反而会便宜很多。你看我今天是技能猎，我一个晚上顶多射三四万之间，那如果是平 A 类我还玩这个的话，那个钱真的是完全用喷的，你知道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角色啦，那今天影片就该到这里，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如果还可以的话能不能给这支片一个赞呢？我是 PFY，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3 2 1拜拜。